好，受到民众喜爱的缤纷吉安部落原民市集即将从9月9号开始到9月25号，连续三周的五六日在吉安的好客艺术村登场了。那么吉安乡公所这次也提供体验券以及摸彩券，也欢迎民众来一起享受好康、逛市集、尝美食、听好歌、看表演，共同来感受人文吉安的多元魅力。备受乡亲期待的吉安产业市集已经迈入第三届，所设立的原住民特色摊位非常的丰富，每年都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前来。40个特色摊位应有尽有，相当丰富。我要在这里介绍什么叫做把好，就是欢迎来做客。市集已经迈入第三年，已经迈入第三年。那今天举行这个记者会是要唤起大家来关注这个记者会跟我们9月9号即将开幕的市集。那现场呢，我们会有准备了50摊的摊位，那有小农的蔬菜，还有原住民的八菜一汤，还有有妈妈味道的糕点，还有怀旧的蹦米汤跟豆腐乳哦，小农的那个有机蔬菜，还有清香的茶包，那手做的商品以及精致的手工艺，那个商品琳琅满目哦。我不怕你来选，就怕你不来。那包包也好，或什么也好，所以很多人都会问说，一美，你这个包包哪里买的？我就跟他介绍，那个是哪里做的？我可以介绍。我觉得是从我自己开始做起，去介绍原住民很多的公司，很多的公司从默默无名到他现在他的作品是非常非常的贵，包括我们这个美玉老师哦，都可以去登上那个大舞台的哈，做那个舞台的表演。所以我认为promote公益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我很乐见乡镇市首长共同来做这件事。这次也提供了体验券以及摸彩券，乡公所希望借此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前往。第三届友善部落原民产业市集将从9月9号到25号每周的五六日下午2点到6点在吉安乡好客艺术村盛大举行，乡公所克服万难，动用各客所经费协力铺成，也欢迎民众一起来享好康、逛市集、尝美食、听好歌、看表演，共同感受人文吉安的多元魅力。第三届友善华拉放产业市集，3、2、1，呜！记者刘明顺，吉安乡采访报道。